Held by my love to shine on you with a light that comes from above. It's not the sun, not burning bright.视频的主题呢是一个超大型的淘宝开箱，这些呢都是我在双十一的时候购买的一些东西，转运了差不多快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到，总共有50磅，差不多23公斤左右。这次购买的东西呢分为几大类吧，有衣服类、首饰类和家居类，所以呢我尽量在剪辑的时候就把它剪辑在一起，大家就可以拖动下面时间线去观看自己想观看的类别。好的，我先把这些衣服全部都找出来了，那么我们先从衣服类的说起。首先拿到的呢是一件 Nice People 的羊毛打底衫，它的材质呢是100%羊毛的，拿在手上我感觉超级的柔软，很亲肤，就是不会有羊毛的那种扎的感觉。这个颜色呢它是一个焦糖色，很显白， V 领的设计，领口这儿呢还有一条线直直的连接下来，前面这儿有一个延伸感，显得脖子特别的长，而且有一个修饰脸型的作用。它的领呢后面做了一个小立领的这个设计，不像普通的打底衫一样显得比较的太打底，但穿起来的话比较有设计感，有一点点法式小复古的那种感觉。这件真的超级超级的满意。后面一件呢也是 Nice People 同一家的一件高领的毛衣，也是一个100%美利诺羊毛的材质，比一般的羊毛的话更亲肤一些，面料拎起来很垂坠，也特别的显白。用这个酒红色搭配一些棕色或者是焦糖色的格纹大衣的话显得很复古，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颜色的。它袖子设计呢就比较的长，设计了一个这样可以把大拇指伸出来的洞，质量方面的话感觉也还行。后面一件呢是，哇，颜色好亮啊，来自 Studio Fan 的一件紫色的打底，图片上看起来是一个带一些灰度的紫色，实物看上去的话整个衣服超级超级的紫，而且这个纽扣太黄了，但作为一个打底的话应该还好。它的材质呢是50%的羊毛成分，还有50%的禽纶，所以呢就更加的不扎，很亲肤，材质摸上去是舒服的，只是他们家色差真的太大。后面一件呢就是我之前说一定会入手的陆羽飞鸟的一条白色的牛仔裤，有一点做旧的这种感觉，裤腰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看的黄色的标志，颜色和裤型的话是我想象中的裤型，只是它的裤子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黑点，我不知道是它布料的原因还是后期质量质检方面没有检查好，仔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上面有一些一点一点的小黑点。因为它只有3个码，我买的是最小号 S 码的，我里边塞进了这个有一定厚度的毛衣以后感觉还是有一些空，所以呢身材再瘦小一些的妹子穿上去的话应该会感觉这个裤子太宽大，因为它是这种空空的宽宽大大的感觉很舒服，没有什么负担感的一条牛仔裤吧。他们家可能本身设计的关系呢就是喜欢设计的比较宽松比较随意，所以呢对小个子或者是身材瘦小一些的女生码数上面的话不是那么友好。后面这件呢也是他们家的一件棉服，这个颜色也是一个这种特别好看的焦糖色。哇，不得不说啊，搭配上这条裤子，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真的还挺好看的呀。我买的这个码呢也是他们家最小码，但是真的太宽了，因为我只买过他们家的夏天的衣服，没买过他们家的冬装，没想到冬装这些大衣的话就比较的
版型太 oversize， 但我感觉我自己还是可以驾驭得了这么宽大的衣服的，但看上去好舒服呀，这个风格我好喜欢，超级喜欢，这个颜色也比较显白，今天我里边穿的这个黑白配色的毛衣的话和它搭配起来也挺好看的，它的领像羊羔毛一样的材质和这个灯芯绒搭配起来就呈现出一种很温暖很舒适很随性的感觉，这种大口袋对于我来说的话就特别的实用，它里面也是一个这种毛茸茸的绵绵的材质，它的外面的材质是100%棉的，但是它的填充物肯定不是棉花或者是其他一些天然的材质，保暖性上的话我感觉不那么严寒的话是可以的，但加拿大其他地方的话我感觉还是要羽绒服才行，然后后面呢就是饰品类的，我买了3对耳环，首先呢是一对这种小小的像图钉一样的小耳环，因为我现在其实是有5个耳洞的，这边的这个耳骨这儿好久没戴，刚才像是要堵了的样子，然后被我又给它捅开了，然后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图钉一样的小耳钉，因为小小的然后没什么负担就可以给它戴在这个地方，然后买的这个好像也是925银的，应该不会过敏，然后呢是2对圈圈耳环，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圈圈耳环，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就是玫瑰金的，然后这个是金色的，玫瑰金的这个呢就稍微小一些，两个戴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比较随性的感觉吧，但是没有那么的大，存在感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呢就很适合日常去戴，它也是卡扣式的，不会像这种耳堵就会丢，然后这个大一些的呢是一个金色的，可以看出来它重量就更重一些，因为自身比较有重量的关系呢就会比较的摇晃，质量挺好的，金属的话看上去也很亮，这个大的话日常也比较合适，这个也没有很突兀，只是它比较粗一些，比起我的好多耳环来说的话这个日常很多，然后后面一个的话是一条这种珍珠的项链，哇这个项链真的质感很好，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实物感觉又精致又好看，它下面是一个这种小的鱼尾巴一样的很精致，然后配上珍珠就感觉是一条特别有故事的项链，它可以有比较多的戴法，靠哪个位置可以自己调节，因为今天我穿的这个毛衣可能不太搭，你可以扣在这样比较短的位置，就像一个choker 一样，或者是扣在这个比较尾端的位置呢，它就像一个吊坠项链，可以比较自由的调节你想戴的长度，它这个链子上呢一半有珍珠一半是这种素的，就有一点不对称，戴在脖子上呢有一点斜斜的，然后这个坠子呢就会从侧面掉下来，视频中也可以感受得出来它这个珍珠的精致程度其实是很高的，然后呢是另外一家的一对耳环，它就是一个这种球形的，从前后左右看都是一个小球形夹在你的耳朵上一样的，还挺精致的，后面呢是一个这种帆布袋，之前我给大家说的双十一购物分享其实是想买另外一家店铺的帆布袋，但是呢我看到了这家，更加像是那种原来百货商店会送的一个帆布袋一样，特别的复古它的这个图案，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日常穿个卫衣啊或者是 T 恤啊就可以背出去的，我买这个是桃子的，它还有香蕉和橘子的吧，只是它的大小可能稍微小了一点点，再大一点的话就更实用一些，然后呢是一条扣子的围巾，它是100%羊绒的，蓝色和这种卡其色拼接的，有一个小小的撞色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可以适应我们两种不同的穿衣的颜色搭配需求，它的材质是很舒服的，我现在围在脖子上的话一点扎的感觉都没有，蓝色虽然它饱和度比较高吧，我在镜头里边看的话感觉它是超级超级显白的，和那个围巾蓝色是差不多的，长条形的100%真丝的一个丝巾，可以搭配在我们一些衣服里边，头发比较长一些的妹子的话可以用这个在后面系一个蝴蝶结，这个样子也挺好看的，有些时候像我们的包包比如说是黑色的呀或者是棕色的，也可以用这个丝巾在上面打个蝴蝶结，做一点小小的点缀，一对 COS 的一字发夹，就是之前我和大家说我肯定会买的这个冷柱体的一字发夹，拿到实物的话也感觉很精致，我又随便夹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经常就是喜欢把这边耳朵的头发给它往后别，因为这样显得头比较小一些，但是它老是会跑出来，所以呢比较简单的这种一字发夹又比较的好看也比较实用，然后呢就是
一堆这个发箍，帮我老公也是帮我自己买的，然后但这个特别容易丢。男生的这种发箍，它是这种大波浪形状的，男生的话他们戴这个，算了我不戴了，我示范，算了还是示范，算了算了算了，我头发喷过定型的，还是不示范。反正我会把那个效果图放旁边的，它戴上的话头发就会一愣一愣的，还挺好看的。日常你不想弄发型的话就可以戴这个，给他买了好多，因为他经常不知道就丢哪。然后后面这间呢也是一家各种小的发饰的，然后就随便买了一些。这个是一个紫色的这种小发箍，还有一个这种玳瑁色的，这个的话比较复古，这个颜色其实可以带出门。然后呢也是同一家三个这种纯色的小夹子，感觉这个夹子的话就比较的方便，在家里边的时候这个刘海可以随便夹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贝母一样的细长的一字夹，这个夹子的话就稍微比那个精致一点，就大概夹一下就是这个样子，它可以夹的头发范围比较宽，可以夹到后面这儿。然后呢是一个这个就超级复古，它里边有这种淡淡的光泽，它是这种弹簧夹。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她就有这种发饰，用小搓头发给它夹里边。这个是这些里边我感觉质量是最好的一个。后面呢是这次的一个最大最多的品类，就是家居类的。首先来把这些就大家肉眼可见的这几个拆了吧。就是一家地垫，香蕉形状的，它的这个材质摸上去轻轻的软软的，很舒服。它后面的话是这种橡胶的材质，就比较的防滑，就感觉放在地上的话还挺可爱，挺有装饰性的这么一个地垫。三个这种放在家门口的，可以把鞋底的那些泥巴蹭掉的入户的门垫，它味道真的有一点大，是那种比较刺鼻的橡胶味，我感觉应该要晾好几天才可以用。一个呢是这种，哇这个好好看，这个是一个法斗，这两个可以凑成一对，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只狗的，然后买了一只猫的，这种都是黄色的，像那个香蕉一样的，就黄色的可以稍微提亮一些，这个话就更加的小清新一点，没有那么张扬，放在家大门口的话显得稍微清新低调一些。上面的话就是洗碗刷一样的这种材质，很方便的就可以把你的那个鞋子上的泥呀什么的蹭下来。刚才这个香蕉的话就是完全，这个的话就完全没有味道，这个橡胶的味道太浓了，我要先把它全部先放出去晾一下。啊，找到了一个和我想象的是一样一样的，哇有没有很好看，就是这种半透明的，它是一个这种亚克力材质的吧，特别有造型感。我比较庆幸的是它运了那么远的距离然后还完好无损，哇好喜欢这个橘色，是不是超级超级的好看，半透明的若隐若现的感觉。我们的一个书房刷了一下墙，给它弄成我的一个工作室，所以这次我就买了好多这种装饰的东西，可以放在我的小小的书房工作室里边。你先把这箱拆了吧，感觉这箱应该是我的那些家居小装饰，这个包装要爆炸。首先这箱拿到的呢是一个这种咖啡杯，我也不太懂了，就感觉是那种掺了一些杂质然后就会烧出这种比较古朴的造型来，有一点点像未完成的，因为它这个勺上面没有完全的上釉，有一点点日系的感觉，像未经雕琢的古时的器皿一样的。然后是一套四个的这种小茶杯，哇超好看，之前我无意中看见这个纹理的杯子，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好像是叫垂木纹吧，好好看，晶莹剔透的，如果它装上茶水的话它的颜色会更加的好看，就放在那儿也挺好看的。这个呢就是和那四个小杯子是一套的一个公道杯，它的杯口呢是比较宽的，然后下面是细的，到时候我倒上茶叶给大家看一下，感觉放上茶水一定波光粼粼的，超好看。这个是在浴室里边放肥皂啊或者是放一些洗漱用品的一个小架子，这个造型比较简洁，就这次顺便买了，它是一个这种铁质的，
我买了两个这种石膏像的冰箱贴，一个是这种比较几何的，然后一个比较写实一些的，也还行吧。然后质感的话也比较有一定的重量，就做一个小装饰就很好看。我把那箱全部都拆了，拆出了好多垃圾来，不过包装的挺好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运坏。后面呢都是一些这种家居的摆件吧，然后两个这种罗马立柱一样，有这样的小槽可以放蜡烛的，可以当烛台。它的花纹呢没有说是做的很精致吧，但也还说得过去。小的这个可能看起来稍微精致一些，它的材质手感还挺好的，就是比较重的这种材质，没有很轻的那种廉价感。后面呢也是两个比较有几何造型感的小摆件，它是木头的。我买的颜色呢是上油深色的，但我感觉它好像给我寄来一个深色的，一个没上油的浅色。然后后面一个呢是一个这种花瓶，它的花纹呢一圈一圈的，里边是有上釉的，所以呢就可以装水去插花。它造型感我感觉是很好看，可以看出来罗马立柱呢就是一个雪白色的，然后这个花瓶的颜色就是一个乳白色的，和裤子一样的颜色。还买了一个这种挂项链的这个架子，刚才拆开来这个地方已经快被压断了，呈现一个斜的这种感觉，就只能将就的挂一下。如果它不斜的话我感觉还挺好看的，这些钩子呢就可以挂项链，下面的话就可以挂一些手链啊或者手表之类的，或海呢就可以放耳环这些。然后呢是三块这个杯垫一样的，我感觉这种半透明的亚克力特别好看，阳光照射过来会在桌子上形成一个彩色的光影，它也特别厚，就质感是很好的这种。后面这个是一个木板，它可以当砧板来用，或者是切一些面包啊放在上面，反正就是拿来拍照用的，没什么实际的作用。实际的话谁也不会买这个当砧板，是不是？我买它的话是因为它有弧度的这种线条，就比较有几何感吧，它们搭配起来就会看起来很好看，所以就这也是一个没啥用但是很好看的装饰。哇，好好看呀。刚才拆到一半的时候发现这个头断了一个，哇，这个是我现在拆到唯一一个女生啊，真的好可惜呀。之后找找看胶水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粘起来。我买了一套这种石膏像，然后这套里边我唯一想要的就是这个大卫的小石膏头像，感觉做工还挺精致的，还好这个没有坏。总共一套的话是有十个放在书桌上或者是书柜里边的装饰的，反正都比较没用的这些小装饰，但是可以让我自己看上去心情比较好呀。专门在一家买了一个这个颜色的头像，这个是单独购买的，它是一个这种肉粉色的，我还以为它是一个稍微大一些的，没想到比这个还小。我本来是想说这两个放一对比较好看。然后呢是一个这种亚克力质地的花瓶，一个蓝色的一个这种橙色的，我感觉它可以这样起到一个前后呼应，反正也是一个装饰吧，和我那些亚克力质地的钟啊什么杯垫啊就可以搭配成一套。后面这个家居物呢开始对大家稍微有一点用了。首先呢是一套这种可以外带的不锈钢的餐具，一把勺，吸管，这个的话就可以喝珍珠奶茶。然后呢是一双筷子，一个叉子和可以洗吸管的这种小刷子，质感的话我感觉还挺好的。喝奶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根这种粗的吸管，满足了我们日常出门吃饭啊啥的所有需求。我买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种有害的塑料垃圾嘛，我们以后肯定是要经常带这些可以重复利用的餐具出门的，所以呢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其实也不占地方，粗细的程度的话就和一支口红占的地方差不多，只是它比较长一些。这个是今天最推荐的一个家居用品。然后呢我就顺势在网上搜了一搜，就买了好多这个不锈钢的筷子。我买的这个呢是316的，我也不太懂这个不锈钢，我看的话就是他说316的比304的更加的不容易生锈，品质的话是比304的更高的那种，价格的话也差不了多少，拿在手上手感很好。我买的这个呢是这种激光花纹的，大多数是那种雕刻
进去的。我感觉那个的话，鸭纹的那些缝里边还是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滋生细菌的，所以呢，我就买了这种，我感觉比那个鸭纹的更好清洁一些。除了筷子呢，我也买了好多好多其他的不锈钢的餐具，就想把我们家的那些不太好用的那些小勺啊什么的，就统一一下。长柄的这种小勺，比较长的话，你有一些特别高的那种玻璃杯，就可以调饮料啊啥的。这个就很方便，然后还买了这种韩国料理店可以看见他们吃饭用的这种勺子，把我们家的那些各种乱七八糟的勺子就可以换了。然后还有3根这种不锈钢的吸管，2根这种长的，1根短的，吃水果的这种不锈钢的小叉子。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平时用不到，然后家里一来客人的话就很着急的一个东西，干脆这次就多买一些，反正比牙签好吧。后面呢还是这个勺子，但它是这种手柄比较短的，这种吃冰淇淋啊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你就可以搅拌啊之类的。这个的话就是搅那个比较高的杯子的2个不同的长度，虽然放在网上看起来一般呀，拿在手上的话还莫名的很好看呀，颜值都超级高。这些勺勺筷筷的也算是能够提升我们日常家居幸福度的一个小家居的东西，超级推荐大家。然后呢是2个帮阿古囤的杯子，阿古大多数的杯子都是用他们家的，一个是颜值比较高，挺好看的吧，就这种小怪物的这种感觉，咬才会出水的这种吸管杯，质量还挺好的。为什么要囤呢？因为它有些时候会拖在地上滚啊啥的，就会把杯子磨损得很厉害，就很丑，所以呢我就多买了几个回来。他们家的这个杯子的话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就是有宝宝的妈妈可以去看一下，它有好多款式，我是觉得它高的那个更好用，买这个矮的呢就稍微不那么占地方一点，就更方便携带。这次的话就买了2个，一个这个蓝色一个红色的，都还挺好看。然后呢是2个这种键盘贴，它是一个橡胶的，放在键盘上面就可以了，就不用贴上去的那种。我感觉经常使用的话它就特别容易皱起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软的橡胶的那种材质，比较容易变形，所以呢我就多买了2个囤着。这2个呢都是有快捷键的这种提示的，像我是日常不用鼠标的人，有些时候忘了快捷键是哪个的话就可以看这个上面。然后呢是一个电脑的支架，电脑平放在桌子上的话我会不自觉的这样驼背，我感觉应该是坐姿的问题，所以呢就买了一个这个，这样放在桌子上就可以形成一个这种弧度，手和背都不会太累，因为它是一个这种金属的材质嘛，就起到一个散热的作用。差点忘了说了这个东西，这个呢是一个化妆镜，我原来那个是放电池的，感觉2个星期吧最多就要换电池，就很浪费，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一个充电或者是插电的这种化妆镜。我上那个 Amazon 上面看找到的，它的镜子是会放大的，就我不太想要那种会放大的，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变形吧看起来。上网查了一下，看大家说这个就很好，而且我看了一下价格性价比也很高，最重要的是它的镜面是正常的这种大小的，而且它的颜值也很高。它还有一个简约版吧，价格比它便宜一些，是细细的这种支架，这个的话因为它可能要有蓄电池比较大，有一些可以调节色温呀什么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后面这个就比较粗一些，它是会有一个人脸感应的功能，日常就放在那儿，然后你脸凑过去它就亮了，就感觉放在化妆台上比较有科技感，比较人性化的那种感觉。然后它还可以调节色温，这个光线我这个打着光的话看不出来，反正它可以调节一个暖光一个冷光，现在是冷光，哦这个是暖光，不知道视频中能不能看得出来。暖光的话就模拟我们日常出太阳的时候天晴的时候的一个光线，现在加拿大不是到冬令时吗，晚上天黑的特别早，所以就很需要一面这种镜子。这个镜子没到之前我都是半摸黑式的化妆，妆面有些时候就比较的粗糙，自从这个镜子来了以后我就感觉整个妆面的精致程度都提升了一个 level。 用这个镜子照的时候呢，干纹啊毛孔啊瑕疵啊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因为你看得比较清楚呢也就导致你化妆的时候就比较的细心一些，因为这个是那种高清的感觉，用这个化完妆去照其他的一些镜子呢就感觉整个脸加了一层滤镜，就强烈推荐大家去入一个这个镜子，真的很好用。如果有些时候
你感觉你化的妆不那么精致，可能不是你的手法的原因，是你看不清楚的原因。 OK， 现在客厅这儿就像被炸过了一样，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开箱，我现在讲的嗓子都要冒烟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希望这支视频呢能对你有所帮助，那么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大家拜拜。